是心归命礼，欲清来上金珠，选仙化身为三教之师，掌法官五雷之王良梦光王世上之功，普遍方能数人间之妖怪，四生六道有感变，三界十方无求不应，王谷基头流圣迹，欲虚殿内炼丹，沙传之象于山。天仙终于古通，转法门之香火为后置之梯，大圣大慈大仁大孝开山启教元应祖师，天雷上将灵宝真人信仰显正景化富有帝，庆行妙道天下。